谈是因鬼而传，还是因人心而生？奇谈与超水之师。Hello， 在荧幕前的大家，我是声音无限的 Odie， 在奇师里饰演的是徐浩辰。浩辰这个角色很悲，他总爱围绕在某人的身旁，默默的付出。但是，想知道更多的话，1月9号，世新大学广电大楼小剧场，前20名有限量的明信片哦，等你来相见。拜。